钜亨集团创立于1980年，秉持着求新、求变、超越自我的精神，积极深耕扣件、建筑、钢铁产业。集团布局为泰宇钢铁、钢胚炼钢厂、泰国钜亨、潭源轧钢厂、台湾钜亨、线材螺丝厂，并拥有大陆钜金、越南钜亨等东南亚制造销售通路，整合集团资源，持续投资提升竞争力，垂直整合布局，深化企业永续经营。泰宇钢铁为东协钢铁市场重要供应链，泰国钜亨位处东南亚国协中心，台湾钜亨位处全球第二大扣件中心，中国钜金，中国汽车标准件材料供应中心，越南钜亨为越南材料供应中心，极真极致寰宇天下。钜亨集团实现了上下游垂直整合的产业链结构，从废钢辐射侦测检验、原料选别，钜亨集团严格把关上游的原料来源与炼钢、轧钢制成所需物料，生产高品质的钢胚、盘圆、钢筋、磨光钢棒，除自主供应外，可充分提供下游建筑业与扣件业使用，皆符合多项国际规范最高肯定，达成一贯化垂直整合技术及国际水平分工，来满足客户的需求。钜亨集团全新转型为高获利钢铁原料厂，除生产工业用盘圆线材外，正式跨足东协民生用钢筋市场。泰宇钢铁已经通过泰国 TISI 正式审查与 EIA 环保许可，完成直接轧研钢筋生产线，钢筋钢棒年产量可达60万吨。品质的关键是专业能力与极致的用心度。钜亨集团掌握了线材球化关键，给予最高品质需求的你。在螺丝热处理特殊核心技术上，更挹注您强大的产品竞争能力。不仅如此，钜亨集团巨著打造了线材及螺丝全制程生产制造，成为全系统作业的供应商，全球客户永远的最佳伙伴。高度品管标准不只是责任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从原物料检验、制程中检验到成品检验，钜亨集团精准掌控线材及螺丝的最佳品质。幸福是我们一生追求的方向，对环境保护的期待，我们一直用心观察与实现。我们持续推动 ISO 14001绿色生产，让地球更美好。钜亨集团以您的角度洞察深层感受，透过产业垂直整合、全球后勤支援中心及服务网络，能及时调度供应全球各地需求。生产履历追溯系统更为您掌握产品脉动。
确保品质稳定。您的满意微笑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。从研发到客制化试图生产，您所交付的任务我们从不懈怠，为了您而专业。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件精品，我们严谨呵护您的托付，每一寸细节都是我们最挑剔的事，要为您做的不一样，做的更多。让每一个感动启动生活的节奏，让每一个画面听见幸福的声音，用分享让彼此更快乐，绽放每一个笑容，用经验与热情超越过去，期待每一天。Go for it, just do it. We make future out of difficulties from miracles. Do your best. Joyful and wonderful future. 好空咖。Sincerely appreciate. 谢谢您，衷心感谢。求新求变，超越自我，钜亨集团。